目睭酸、流目油、看不清、看不明，红紫面膜丸效果好，目睭才会看得清清清。顺中药，红紫面膜丸上好。Cabro serve your world， 成就生活极致，创造无限可能。Cabro serve your world， 标新立异，尽在凯擘。乡亲时代好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今日的开播大中华新闻，我是林桂英。今日是在新历的一月初二哦，旧历十一月二一礼拜三。好，这新闻一开始，咱就用三十秒的时间来看麦，今日有啥咪重要新闻。巴拿马这个邮轮公位在中港站插油，要前往南航，哪会知影邮轮失去控制，靠底伫咧西藏外海，因为附近拢是保育湿地，万一燃漏油，将造成重大污染，后海巡署是真紧张。另外，花旦金东美公司无预警伫咧元旦进行裁掉70多人，管府稽查了后，德港处嘛依法要来开出500,000的罚单。因为捡资源回收的阿嬷走去人的工厂捡资源回收物，结果被头家要求签本票赔偿，阿嬷无法度行，只好走去警察局来自首。好，来乡亲的新闻一开始来看一台巴拿马的这邮轮哦，金星六号，亚旦节迄天哦，为在中港在满插油离开港口，讲要前往南韩，结果哦，哪会知影这个邮轮哦是熊熊来失去控制，是靠底在这新港外海1.8公里外的沙洲，好佳哉哦，船顶14个人拢真平安哦，即卖嘛已经车拖船哦，要来拖转来岸边。一只巴拿马级的邮轮对台中港载满2600公吨的柴油，加100公吨的燃油，原本要运送南韩，因为主机系统故障，加上强烈的东北季风在吹，就安尼停伫咧将近2公里远的新港外海。海巡嘛马上出动人员，准备大量的吸油棉在台面，以防柴油外漏来污染生态环境。它船上是载运总共有2600公吨的柴油，以及本身是燃油100吨的海象突然恶劣转变差之后啊，那它的主机也故障，所以就随风飘往往岸际。那我们一接到讯息之后，就马上监控。因为船身小可有起起，海巡人员唔敢大意。了解船公司已经派拖吊船伫咧处理挽救，马占阿船顶14名船员拢真平安，物资嘛无欠缺。如果说这个油污有外漏的话，会对这些环境造成很大的影响。我们也就立即的成立了应变中心，然后积极的在这个处置。船公司先将700公吨的柴油倒来，嘛迅速处理救援工作。好佳哉油污并无外漏来污染当地生态环境，人员嘛平安，是不幸中的大幸。多谢新闻台母亲新港采访报道。好，继续来关心哦，这个2013年对金盾美的员工来讲是无介好过哦，因为之前哦，在金盾美公司讲家己的美有农药残留性落价，经过检验哦，讲个无问题了后，又有员工投诉，讲公司因为业绩无好，要求员工放无薪假加减薪水哦，想未到伫个元旦之前哦，这公司竟然无通知哦，就甲这70多位的员工哦，讲叫。因完蛋了后，就拢唔免来上班咯、哦。这中华县政府哦，前往稽查，证实金盾公司哦违法裁员无报备，最后劳工处哦是依法对业者开出上悬50万的罚款。花旦金盾美伫爆发乌龙毒美事件以后，公司的营运大大受到影响。虽然事后唔呐证明金盾公司包装美无问题，嘛重新涨价，但是嘛是乎销售量严重下降。一开始，金盾公司伫无通报主管单位的情形，和部分的员工休无薪假，即马又阁传出大量辞掉70多位的员工。
金盾实业公司哦，那管理部的蔡经理是跟我们讲，他们预计才76个人，那其实六个人这个部分已经构成大量解雇哦。那有跟负责人哦沈永志先生来做一个联系哦，他是表示因为受到一个事件的影响，突发事件的影响哦，那造成经营上的确是有点困难哦。公司老板也讲得很清楚嘛，因为这就是一个共同时间在这里啊，那没办法。六港处理好的前往金盾公司稽查以后证实，金盾公司确实有来裁员76个人，因为已经是大量裁员的程度，依法必须要事先通报。但是金盾公司并无通报六港处，之前通报他没有通报，对那个这个部分会有就会服务法违法的问题哦，会有3万到15万的裁罚。那另外再来就是大量解雇保护劳工的办法。那这个部分哦，因为已经构成了实质上的违法，这个会有10万到50万的一个裁罚。对，那后续因为金盾公司的高层并无出面做说明，根据劳工处了解，金盾公司确实是受到乌龙毒米事件影响，只是一届就把员工裁掉70%，又搁伫过年前，这对金盾公司的形象会当讲是搁再一届打击。大众新闻张世良回答，彰化综合报道。何必定一名在66岁姓黄的妇人人，平常时靠着去资源回收卫生，哪会知影顶礼拜五骑着这个三轮车，讲走入去鹿港一间铁工厂，要来提走人的汽车挡盘啊，甲废弃的钢筋钉废弃物咯。结果哦，互这工厂的头家发现哦，工厂的头家哦是当场要求这个妇人人哦爱签一张200,000的本票，阿妈无钱通行哦，是走去甲警方自首。最后这负责人以及工厂的头家哦，是分别被警方依照这窃盗罪嫌加恐吓处置以上发办。收集资源回收卫生的66岁东黄阿妈，顶礼拜五骑着三轮车，入去鹿港一间铁工厂内面，要提走放伫工厂边啊车辆的材料，佮有建筑铁材等物品，却被工厂头家发现，被带去厝内面，要求赔偿签下200,000的本票。阿妈苦苦要求头家同款，唔愿意原谅。内底跩囡仔拢无咧趁吼。无咧趁，啊！你给我，我讲偌济，我都给你就好啊！啊！你唔爱甲安尼拜托的吼，我都艰苦人，我给你，我都唔知影啦吼。啊！再等下到位就加签本票啦。偌济啊？20,000啦。两张啊！叫阮这细汉的去买啦。买本票啦，提50块叫伊去买本票啦。但阿妈无钱通行，只好向派出所来自首。他到鹿港镇吼，那鹿儿路吼某一个空地，然后去捡拾这个废弃的这个车辆的零件，那没有经过这被害人的同意，然后就将这些废弃零件把它拿走。后来本分局哈以欺诈罪嫌哈将这个陈姓的这个阿嬷哈移送这个彰化地检署侦办。这里呼吁哈被害人哈如果有感觉被害，那求偿的部分哈应该循正常的管道哈，不要用显不相当的这一个手段。记者找到工厂头家郭先生，但是伊无愿意表示意见。警方认定陈黄阿嬷入侵民体摕物件是事实，以窃盗罪嫌将伊移送。郭头家嘛，因为用非法的方式求偿，已经涉嫌恐吓处置，同款被警方移送法办。警方呼吁是方的民众，唔通乌白摕人的物品，才袂无势力来犯法。多张新闻，咱们请何必采访报道。先休困一下，在新闻当中要来看到的是鹿港高中举办歌手的比赛，还分作红队和白队两队来 PK 歌艺，现场气氛是真热闹。马上回来。在每一天的生活中，我们都会产生出垃圾，只要做好分类，垃圾的量就会减少，不但可以清洁我们的环境，也可以让资源回收再利用，为了更好的生活环境，垃圾会记得分类哦。资源回收做得好，垃圾分类。
台中高铁特区三铁共构，一高、二高黄金交汇，中彰、中投四号道路串联大中部，生活版图扩及中彰投，中台湾唯一 MTC 转运中心，台中高铁特区副都心0437048585。强强强，你有使用网络吗？采用新频道光纤上网，32寸深薄 LED 电视，零元带回家。此外还有 Honeywell 空气清净机、北方电暖气等多项商品，通通不用钱。就在全国电子零元家电专区抢购。欢迎回来新闻的现场，我是林桂英。明仔是拜四，也是旧历十一月二日。根据这同事的记载，明仔在位在吃北方，好时是早起9点到11点哦，下在开工动土。另外，还有什么代志是要特别注意的，咱做回来关心。说了来哦，这个消息是让很多乡亲很欢喜哦。原来就是大家等20多年的这彰化市铁路高架化，就伫咧这台联立委吴文玲哦，以及国民党立委林聪明两个人向这个交通部以及经建会争取之下，是来要求国民公司哦，爱伫咧过年之前来完成公告。如果一切拢进行甲真顺利哦，希望明年就会当来动工兴建。说明会选择伫彰化火车站的大门口，火车头附近的民众嘛拢赶来了解，这个已经讲了20多年的建设案。负责规划顾问公司提出原路线高架，甲沿着金马路高架两岸，而且甲铁路基部段来刷造。方案一就是原线的铁路高架的这个部分哈，应该是在这个财务上哈也是可行的。那而且呢，就是说，未来这边整区把那个吊车厂哈整个移走之后，整区呢会开发哈有个车站的一个哈特区。刘伟林聪明表示，铁路高架化规划，多数民意拢希望甲路线向西平陈线沿着金马路行。虽然要加开60-70亿，但是会当大大提升彰化市整体开发。如果若是讲对金马路讲，安尼咱的彰化市会较快，吼、哦，起码不但把这条这里啊做第二方案，设置金马路了后，让咱的会当加这里啊做84公顷。各位啊，彰化市若有加84公顷，无论大间的饭店、shopping mall、商街。经建会主委嘛讲，眼前看起来彰化铁路高架化可行性真高，经建会嘛将会尽力来协助。各分公司初步的规划，应该是合乎这个中央的补助的条件，应该是有合乎。所以即卖呢，就是讲，哎吼，既然有这个上大基的大条吼，伫遮咧斗天吼，我想这个亚头的发展。应该是无问题。李伟林聪明强调，彰化铁路高架化计划报告原本预定伫6月提出，国分公司将会赶伫过年前完成来公告。如果一切拢进行了真顺利，希望明年就会当动工来兴建。大家新闻中心梁彰化采访报道。啊，那过来哦，彰化县政府为着要来照顾这个偏远乡镇小学的儿童，除了本地医生开办这个课后辅导班，今年哦嘛扩大来招募服务志工，协助学校推展课后的照顾服务。彰化县政府投入课后照顾服务，去年有146间学校开办课后的辅导班，今年更增加到160间，每学期平均有8000多人参加，更加向教育部申请经费来补助照顾弱势学生。
但是乡乡文化的差距，师资甲志工的交无无简单，无法度让学生囡仔有多元学习的机会。因此，教育处是主动来招募志工，要来协助学校推广课后照顾服务。期望哦，就是说能够招募到哈我们的一般志工，还有我们的学习指导的志工，能够在孩子在下课后4点到7点的这一块哈，愿意哈来让我们的孩子给更多的一个照顾。那当然哈，这个部分哈包含哈我们比如说是有关记忆方面的一个学习也可以，或者是甚至于体育方面的一个带领的一个活动，那或者是他的课后的一个补救的一个教学。目前这项志工招募的计划，初期先以二林甲宝岛地区的学校为主，不管是社会人士或者是大专院校的学生，会当利用寒假甲暑假期间来加入服务志工的行列，同齐来照顾偏远乡镇的囡仔。大正新闻张世良彰化采访报道。好，新闻继续来看一个热闹的现场。罗岗高中为着要让学生学会团结、展现自信心，是来举行歌手红白大对抗的。透过这歌手比赛哦，分作红队甲白队两组哦。罗岗高中的学生活力十足哦，连参赛者嘛展现出厉害歌艺，加油团嘛用尽心思替选手来打气，有带人气。罗岗高中必须头戴安全帽，表情真 rock， 唱着五月天的驾车，现场气氛热扑扑。老师伫个台顶唱歌，台下学生搁真捧场，喊甲大细声。坐落来，这两位女学生深情对唱，气氛真感人。另外一位男同学，头毛是即马上届流行的韩国风格，唱着张栋梁的情歌，就敢那是偶像明星同款在开小型的演唱会。出来选手，台风拢真稳，得到明星的额的加肯定。大概观众除了拢沉醉伫咧现场的气氛以外，详细甲看哦，后面的导演影像嘛是有故事来配合选手的歌曲。的时候能够融入我们所谓的唱出心中的感谢，不管是对老师、对同学，对他生命中他遭遇的人事物，发表他这些感谢的一个想法，然后以PowerPoint 的一个呈现方式，然后跟他搭配他的歌唱技巧，然后来宣达我们心中的爱、心中的感谢。罗岗高中红白歌唱比赛真精彩，那展现学生的青春活力，充满创意的活动，也来优化师生之间的距离。大中华新闻林桂英罗岗采访报道。继续来关心今日大中华地区又来发生什么大小项的代志，来看大中华报你知。宝岛警分局三条派出所有中华县上水的派出所的美名，是少数沿用历史建筑甲一脉派出所。三条派出所常驻的警察有10名。环境就讲，建筑虽然老，不过内部厕所改建也袂感觉无方便。一行入来，常常感觉厝咧喘气，是一栋有生命建筑。彰化县有一对新人黄玉祥、高千惠，以一台大湾爱心加大红旗字的录影车，当作是新娘礼车，完成终身大事。之后，佫开着这台非常喜气的录影车，展开4天的蜜月旅行。黄玉祥讲，开录影车拍拍照，到倒位拢唔惊订无着房间，唔呐省钱佫方便。看准饲狗风流的人愈来愈多，彰化有一间便当店是专门卖予宠物食的。
蔬菜炊过了后，抹好油，肉用水烫，无煮嘛无放盐，等等的调味料，口味啥物拢有，甚至佫有外送的服务。不过一份宠物的便当要49-70元，比人家的便当佫较贵。想要让宠物食好料，可能要加开钱。罗岗的工艺家柯秋林从事古典家具的设计，为这制度备料、雕刻、彩绘，全部拢家己来哦。就是希望哦，会当将这种充满中国风味的家具，会当保存落来。燃料用油便利了咸的生活，但汽油中含有对人体危害的物质，因此彰化县环保局推动油气回收警示系统，持续在辖内各加油站推广此系统，避免油气挥发所造成的污染。请记得油枪跳起后不再续加，也能减少油气溢散哦。美丽可以很简单，冻龄从现在开始，全方位成就您的专属美丽。你好，欢迎光临。鸿海制造60寸电视只要38800，现在办凯擘大宽屏或台湾大宽屏，超低月付2999起，马上带回家。快拨0809-009-658或台湾大哥大买凤门市。中华新闻的现场哦，迎接在2013年金蛇年，中华市公所头一届将这跨年晚会刷到东区来举行。虽然天气冷飕飕哦，也是吸引在上万名的民众来参加。市长邱建富就希望用具体建设甲实际福利措施哦，让民众会当感受到市政的满意度甲生活的幸福感。市公所头一遍伫东区举办跨年晚会，吸引将近万人参加，要来欣赏曾静雯、曹雅雯等知名歌手的演唱。市民将晚会现场客甲满满满，做伙来迎接新年。美丽烟火伫暗暝当中是特别的壮观，来迎接全年来到。三年后吼，拄则咱个主席甲副主席，有缘在咧行到里面，我超过十分钟啊。哦，大家拢记落去啊，所以讲哦，非常感谢，讲讲咧，咱东区有史来第一次伫这个所在，但是咱大型的案例，也是咱市公所创造历史，第一次伫咱东区来举办咱的跨年晚会，感谢咱东区所有支持者，大家咱来全力来支持哦。真侪民意代表拢到场参加，甲民众同欢乐，嘛希望市民未来的生活愈来愈幸福，市政建设大发展。2012除旧布新，迎接2013，爱你一生，永远幸福。我们迎接崭新的一年，希望大家能够在未来新的一年欣欣向荣，心想事成。虽然天气较冷，但是民众真热情参与晚会。公所表示，人数甲效益比预估的搁较热烈。市长邱建富表示，希望加强具体建设甲温馨福利等措施，来增加市民的满意度甲幸福感。多谢新闻台记者张华采访报道。好，继续来看，伫咧鹿港有一位工艺家柯秋林，伊伫咧20多年前哦，开始来投入古典家具的设计哦，为制图、备料、雕刻、彩绘，拢总家己来哦。然后再个车木工哦，组合完成，目的哦就是希望会当将这充满中国风的家具制品哦保存落来。木工师傅挂着墨镜，摕着磨砂纸加机器，真认真嘞，将家具顶端嘞粗砖抹好油。
另外一边，柯秋林提着雕刻刀，真小心专注咧雕刻，加固顶冠装饰用的纹理。住伫鹿港的木工柯秋林，二十多年前开始投入雕刻的世界。因为伊感觉做下家具无雕刻装饰，较无耐看，就开始研究画图设计，做出一卡一卡充满中国风的家具。雕刻、木工，还有彩绘，还有喷漆，所以都是有很多师傅组合起来的。所以并不是想象的说，像外面的家具说做起来就是好像就是机器人组成的，这就是一定要用手工做的。做一件古典家具其实无简单，为制作、配料、雕刻、木工组合、彩绘、喷漆，每一个过程拢真复杂。即马已经真少人会晓制作啊。对柯秋林来讲，即马会当加做偌济就做偌济。未来若是无能力来生产，即挂手工做的古典家具技术就会倒倒来消失。大众化新闻林桂英鹿港采访报道。继续带大家来关心哦，今日一月初二开学果菜市场的交易行情，这个总交易量是106公吨，总平均的计销是每公斤26.2元。咱来看这详细交易情形。花菜上价34，中价25.5，下价20；各类菜上价30，中价25，下价20；包心饼上价24，中价21，下价17；菜头上价18.3，中价14.5，下价6.7。蛤蟆都上价20，中价14.5，下价8.0；火龙豆上价105，中价90，下价70；西瓜上价33.3，中价26，下价15；葱啊上价32，中价27，下价20。红莲莲上价18，中价14，下价6；韭菜花上价83.3。中价82，下价78；葱头上价25，中价22，下价17；面头上价80，中价67，下价50。这冷气团减弱哦，各地温度拢有小可来回升，日时哦温度上悬来到19度到25度，落雨情形嘛较缓和啊。不过到了暗时，东北季风又搁要来增强咯，北部甲东半部地区哦又搁开始会来落雨，温度迈来降低哦。早暗低温哦只有13度到15度，提醒乡亲哦，也是爱加扎一领外套来保暖哦，随身嘛爱扎只雨伞加雨帽，马上来关心各地。详细温度一切。以上就是今日一月初二的开播大中华新闻，感谢乡亲的收看，祝大家一切平安顺遂，我是林桂英，咱再会。
目睭酸、流目油、看不清、看不明，红景明目丸效果好，目睭才会看得清清清。最重要，红景明目丸上有效。第十四台暗时七点半，欢迎收看《大中华新闻》。鸿海制造六十寸电视只要38800，现在办凯擘大宽频或台湾大宽频，超低月付299起，马上带回家。快拨0809-009-658或台湾大哥大买凤门市。